其實我哋之後喺12月2號，咁都有一個 full day 嘅 conference，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而今日呢一個 workshop 嘅 topic 咧，就會圍繞住低功率廣域網絡 LPWAN 嘅呢個主題嘅。咁其實探討呢一個咁新型嘅無線通訊科技技術咧，其實點樣可以成為 IoT 物聯網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環，而唔同種類嘅 LPWAN 咧又有啲咩分別呢？ 咁我哋今日好開心啦，咁就請到兩位咧，對於 LPWAN 同埋物聯網咧都非常之有心得同埋研究嘅 speaker。咁首先我哋咧係有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助理產品總監李春蘭先生 Desmond，以及咧係 Thinxtra Solution Limited 解決方案顧問梁平偉先生嚟嘅。Thank you 兩位。 咁相信兩位嘅分享咧，陣間一定會令到我哋有更加清楚明白咩係 LPWAN 咧，佢哋點樣運作咧，同埋佢哋帶嚟嘅好處嘅。而陣間完咗兩位嘅分享之後咧，其實係會有個即場 Q&A section。咁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留心，然之後有啲咩問題想了解多啲嘅，咁都可以即場發問嘅，非常 welcome。咁而喺正式開始之前啦，我想有請兩位嘉賓 Desmond 同埋 Jeff 咧。 同埋我哋無線科技商會主辦機構嘅代表 Kylie 去到台上面咧進行呢個合照留念嘅 ，thank you。 仲有嘅。 謝謝，唔該曬啫，係啦，Kelly都可以喺台下嚟嘅，跟住Desmond。好，咁今日事不宜遲啦，咁今日嘅工作坊咧，我哋就正式開始嘅。咁而今日嘅第一位講者嘉賓咧，中國同香港有限公司 Desmond 咧，係會將會用普通話嚟進行分享嘅。但我相信在座各位語文能力都應該唔比我差嘅，咁所以大家應該係會非常之動聽。 咁然之後咧，我哋而家將個場咧就交俾 Desmond 去講解一下 NB-IoT 窄大物聯網嘅呢一個生態嘅關係。咁我哋有請 Desmond，thank you。大家好，我是 Desmond， 来自这个中国移动香港，然后主要负责的是 IoT 产品的开发与业务拓展。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太会广东话，我可能听到60%-70%，所以今天呢就是我讲慢一点普通话。 啊，当然，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一会儿再一块讨论，好吧？OK，首先呢，看到这张图呢，各位可能就比较那个比较熟悉了，因为今年呢，这个元宇宙是一个非常热点的话题。那在今年的10月份呢，这个 Facebook 呢，它已经将它的名字由 Facebook 改成了 Meta， 而 Meta 呢是这个元宇宙 Metaverse 的一个前面缩写。那从这张图呢，我们能看到，其实 Facebook 这家互联网巨头呢，已经打算将它业务全面转向这个元宇宙。 同时呢，当天呢，他们也把他们旗下最热卖的这个 VR 产品呢，也去更名为了 Meta Quest 2， 同时呢，也会引入到他们的这个元宇宙的生态中。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热点，在今年3月份呢，一家就打算制作这个元宇宙的一家公司叫 Roblox 呢，在美股也上市了，然后很快呢，他们的这个市值已经超过了这个美国的这个第二家这个美国的这个老牌游戏公司 EA， 然后整个市值呢已经位居第二。 截止到今年的10月28号呢，它的收盘价呢已经是超过了500亿美元。OK， 好，除了这个两上面的两个这个市场热点之外呢，今年还有市场上各种不同层出不同的这个话题去持续的去推动这个元宇宙的发展。那比如说今年的4月份，那个 Epic Games 呢，它也是宣布融资了10亿美元的一个融资。那主要的资金方向呢，就是用于去打造元宇宙。 那同年呢，还有这个8月份，字节跳动、抖音，他们也是通过斥资91亿人民币去收购了国内最领先的一个这个 VR 厂商 Pico， 也打算将这个 Pico 的这个设备呢，也融入到元宇宙中。那在同时呢，还有这个腾讯呢，也是在今年提出了这个全真互联网的概念，同时也注册了这个 QQ 元宇宙，还有这个王者元宇宙的一个商标。那刚刚结束的这个微软的这个 IT 大会上呢，微软也正式宣布他们要进军这个元宇宙，同时呢要将这个 Microsoft Teams 呢也变成这个元宇宙。
那么究竟这些元宇宙到底是一个各个互联网或者科技巨头追逐的一个昙花一现的一个风口呢，还是真的是在未来大有可为？那我们看下面这张图。OK， 这张图是来自于这个中译出版社的这个元宇宙通证，它里面详细描述了目前支撑这个元宇宙的六大底层技术，包括了这个区块链呐、交互设计、电子游戏、人工智能、网络通信以及这个物联网。那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物联网和网络通信呢，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它已经占据了整个元宇宙底层技术的三分之一。那在这个网络通信这里呢，其实可以看到，为了去满足这个元宇宙提供高速、低延迟、高规模化的这接入体验呢，需要通过更加先进的5G、6G 网络。同时呢，在感知层方面，需要物联网这边提供海量的这种 sensor 来为这个元宇宙感知这个物理世界万物的变化，以及将这个元宇宙的虚实这个空间进行融合。对，除了这个图呢，我们再看一组数据。这个数据呢是来自这个华为的智慧世界2030报告。那华为认为呢，在这个未来呢，我们通过海量的这个 IoT 的设备以及这个更加先进的5、6G 网络，可以实现这种远程医疗通信，远程医疗，sorry。同时呢，在这个2030年左右呢，全球的这个物联网连接数呢，将达到这个2000亿的规模。此外呢，这个在智能家居领域呢，通过构建下一代的这个物联网操作系统，可以将这个居家和办公的环境打造一个自适应的一个空间，能够让每个人更加定制化的去打造。对，同时呢，在这个智慧出行领域，除了近几年比较大热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之外，新的载人飞行器呢也是一个趋势。那么这些新的智慧出行呢，主要就是依靠这个安全稳定的自动驾驶了，还有低成本的这个传感器，以及这个更加高速的空间一体化的这个网络。那据华为预测呢，在今年的2023年，智能汽车的网联化的渗透率呢将达到60%左右。OK。除此之外呢，这个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呢，也是最近年的一个比较火的一个话题。那据华为预测呢，基本上在2030年的85%的企业要通过区块链技术来去加密他们的这些数据。那同时呢，在工业制造领域呢，为了进一步的去增加企业的韧性，大概有100万的企业会建设自己的5G 专网来去实现这个工业自动化。那各位可以看到，经过这些无论是元宇宙还是未来的智慧世界，那物联网以及这个通过移动通信呢被频繁提到。那么究竟这个物联网以及移动通信在未来的世界中占据什么样的重要地位呢？我们今天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物联网。在2005年的国际电信联盟呢正式提出一个概念，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物理世界中啊，通过每一个设备或者装置去配置一个芯片模组，然后再去透过附近的基站以及这个传感器呢，把设备采集的信息传到云端服务器，最终呢通过这个实时的分析呢做出一些实时的应对。那整个物联网呢大概有三层架构，第一层是这个应用层，那第二层呢就是这个网络层，第三层是这个感知层。在应用层呢就是物联网的一个社会分工了，它会去搭载海量的应用去帮助所有客户去完成一些智能化的一些业务。那在网络层呢，是物联网的一个神经大脑和中枢，主要负责的是将这些感知层的一些信息呢进行无障碍、高可靠性、高安全性的一个传递和处理。那同时呢，这些传输呢是需要通过移动通信网络以及互联网技术的结合。那在感知层呢，就是物联网的一个皮肤和五官了，主要负责这个数据的采集。这些数据呢主要来自于各类的物理量啊、标签啊、音讯啊，还有视频等。那这些数据的来源呢主要来自于大量的物联网传感器啊、物联网终端 RFID 啊、GPS 等。那么从这张图可以看到，这个网络层呢基本上是整个物联网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层面。那么这些网络层除了包括有互联网技术之外呢，最主要就是有移动通信技术。那么移动通信技术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这个移动通过网络。那我们认为呢，移动通过网络呢是一种可以去满足物联网无缝连接需求的一种网络技术。那它呢是可以是物联网世界的一个引擎，它可以提供这种安全可靠的全球无国界的覆盖。对OK， 那么究竟这个物联网以及这个移动通信网络有什么联系呢？其实可以看到，这是 5G 呢是今年的一个，就是近几年的一个大热话题。那 5G 就是继这个4G、3G、2G 之后的下一代的移动通信网络的一个演进。
那它 5G 的性能标准呢，就是高数据通信，然后减少时延以及大规模的数据连接。那 5G 国际电信联盟呢也定义了 5G 的三大应用场景，那包括了增强型移动带宽 MDB、低时延高可靠的 ULLC 以及这个海量基地通信 MMTC。那第一个 MDB 呢，主要就是在现有的这个移动带宽的基础上呢，进一步提升这个用户的性能，达到这个追求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极致的一个通讯体验。那所谓的 ULLC 呢，就是高可靠、低时延还有极高的可用性，它主要运用于工业自动化，还有这个自动驾驶以及远程医疗。但是呢，这个 ULLC 呢，它是需要配合 5G 的切片以及这个边缘计算的技术才能实现。那此外呢，就是海量通信 MMTC 了，它的特点就是低成本、低功耗、小数据量，还有这个大量连接。它的主要应用场景呢，就在于一些智慧城市的智能抄表啦、物流追踪啊、车队管理等。那在最新的这个 3GPP 的26版本中呢，对于 5G 空口协议中明确指出，他们不会对这个低功耗广域物联网的用力进行研究和标准化。也就是说，在低功耗广域物联网 LP1 领域呢，3GPP 呢会继续依靠这个 NB-IoT 还有这个 MTC 去进行技术演进。那此外呢，ULLC 和 MBB 呢也是一个相互制约的关系。举个例子，比如说为了满足这个 ULLC 的场景，那可能基站需要去通过抢占资源的方式来为这个 ULLC 场景服务。但是呢，如果 MBB 也被占用资源了，那么两边是无法进行这个融合的。也就是说，在 5G 世界中呢，这三个场景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OK， 那基于每一个场景呢，我大概勾画了一个这个架构图。这个各位看到这个右左边这块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云管端的一个架构。那在这个海量通信领域呢，终端这一块主要就依靠大量的这种 NB 模组以及 NB 的传感器，将这些物联网的数据采集之后呢，通过我们专用的 NB 网络呢，将数据传到云端平台。云端这一块呢，其实有一些是我们的这个设备管理平台，还有一些连接管理平台，最终呢去呈现给客户。这点有点要提到，就是 NB-IoT 是目前是漫游能力是比较差的，但是呢，近年来呢，我们也是跟海外一些运营商也在不停沟通，去开放这个 NB-IoT 的漫游，包括沃达丰啊、AT&T。那在今后呢，如果 NB-IoT 也实施漫游的话，那可以为一些交通物流的跨国的运输也会提供一些这个追踪帮助。OK， 那除了这个 MTC 之外，下一个就是 EMBB。那 EMBB 呢，就是很简单，也是。在底层呢，是通过我们的最5G 的 NSA 或者 SA 的模组来为这个终端去实现这个 5G 联网。那在中层呢，就是2345G 的网络，或者甚至是 6G。再往上层呢，就是普通的这种云平台。然后我们基于这些增强的一些移动带宽呢，可以做到一些高清视频啊、8K 的这个摄像头等，来去完成一些比如说立体安防、4K 航拍啊等等。最后一层呢，就是 ULLC。那在 3GPP 里面呢？这个 ULLC 呢是有一个指标的，就是说，在一个用户面的时延低于一毫秒之内呢，一次传送一个32字节的一个数据包，它的可靠性必须达到5.9%。同时呢，在这个低时延这块呢，无论上行还是下行的数据呢，必须延迟小于这个0.5毫秒。那在这个云管端架构里面呢，可以看到这个网络层这块，刚才也有提到，需要这个提供 5G 的网络切片以及这个边缘计算下沉，才能做到这种。ULLC 的一个场景，所以目前来说，这个还是属于一个测试阶段。对。那么刚才讲到，这三种不同的物联网的5G 的物联网场景里面，最主要就是我们的 MTC，MTC 跟 NB-IoT 有关。那究竟 NB-IoT 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技术呢？我今天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OK， 那 NB-IoT 呢就是窄带物联网啊，它主要是通过采用这个新型的拓扑结构，然后是由这个 3GPP 的标准化组织来定义的一种技术标准，然后是一种就是专门为物联网设计的一种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的一个窄带技术，同时呢它有多种不同的部署方式，也同时呢也与运营商现有的移动蜂窝网络是共存的。那这张图呢就是我们整个 NB-IoT 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组网方案，对，可以看到通过 NB-IoT 的一些设备将。NB-IoT 采集的数据呢，经过NB-IoT 基站传到核心网，核心网再通过这个客户协议呢，将这个采集的数据放到云端平台，云端平台再去根据客户不同的应用呢去分发数据。那整个 NB-IoT 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广覆盖、大容量、低功耗，还有这个低成本。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就是
NB-IoT 有这么多特点，那跟其他的一些 LP1 技术有什么对比呢？我大概简单勾画了一个这个几个主流的 LP1 技术的一个对比图，包括了 NB-IoT、LoRa 还有 Sigfox。那各位可以看到 ，NB-IoT 呢，它是由 3GPP 国际组织去定义的一个标准。同时呢，在网络部署这一块呢 ，NB-IoT 和 Sigfox 一样是不需要企业去新建网络的，还有网关。但是 LoRa 是因为它是私有化的，它是需要企业去新建网络，需要部署新的网关。那在网络安全这块呢，因为 NB-IoT 它是承载在这个运营商的网络上的，它是跟大网是一样，是有这个运营商级别的一个这个安全可靠的保证，抗干扰性呢也是比较好。但是 LoRa 和 Sigfox 它是用的是未授权的频谱，那有可能会存在这个被清理的风险，那信号容易被受到干扰。那在建设成本这一块呢，NB-IoT 和 Sigfox 一样，也是企业无需承担这个网络建设和运维成本，企业只需要去购买模组以及相应的这个支付这个网络的这个租用成本。那 LoRa 一样，它因为它是自己自建的网络，它是需要去承担这个网络的建设、运维还有这个模组成本。那在功耗这一块呢，因为这个技术不同，NB-IoT 的终端的耗电量只有大概3到5年，而 LoRa 和 Sigfox 能够达到最多10年的一个寿命。在接入容量这一块呢，一个 NB-IoT 基站大概能够承载10万的连接数，而 LoRa 是大概是6万2，Sigfox 呢是1万左右。在速率这一块呢，也是因为 NB-IoT 它是通过更高的一个这个频谱利用率，它的整个平均速率呢，基本上在200 KB 左右，在整个 LP1 的这个对比中是最快的。接下来是 LoRa， 最后呢是这个 Sigfox。那相反，在这个覆盖距离这一块呢，其实 Sigfox 是一骑绝尘的，它在郊区这边呢，能够最长达到50公里的一个广覆盖。那接下来就是 NB， 最后是 LoRa。那除了以上这些特点之外呢，在这个连接性能这一块，NB-IoT 呢，因为它是运营商的网络，它可以通过搭建不同的专用 VPN 的，还有 IPsec VPN 的 Internal， 能够实现这种长连接，还有高频次连接的一个特性。不过 LoRa 和 Sigfox 呢，它是除了有长距离和低功耗之外，它的每日的连接次数也是有限的。那上面只是一些这个数据的对比，为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到 NB-IoT 和几类这个 LP1 技术的这个实际的对比场景呢，我会接下来会通过案例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解。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这个智能电表领域，那些电力公司呢，它对于这个电表呢是需要有一个高速率的一个数据传输，以及高频次的交互，以及低时延。同时呢，因为电表它的电量是通过这个电源供电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耗电这块也是不太 care。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这个 NB-IoT 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那此外呢，在这个智能登录这一块也一样的，因为政府呢要对这个登录的控制要有一个要求，它对于通信质量还有频率呢也是有一定要求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认为 NB-IoT 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再看下一页，这个在智慧工业领域，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工业自动化领域。除了它这些终端这些设备是在静止在某一个范围内，此外呢，因为涉及到这个企业数据的安全隐私问题，他们不想去将这个数据离场。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部署这个私有的 LoRa 网络呢，能够实现这种这个私有网络的情况。那同时呢，在智能家居领域呢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些智能家居包括温湿度呀、有害气体这些东西呢，不需要特别频繁的一个交互。同时呢，对于这个信号质量也不用特别的关注。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 LoRa 也是非常适合一个选择。在这个联通终端这一块，各位也知道，就是在 POS 机呢，因为它需要更加高频繁的一个交易，也需要高质量的一个通信。那这种情况下 ，NB-IoT 是一个最佳选择。OK。在管线监控这一块呢，因为管线呢是部署在郊区的嘛，然后它这种需求是需要长距离的传输呢，同时呢一天的传输次数也是有限的。那这种情况可以看到，就是其实 Sigfox 它的这个传输距离是最广的，所以说我们选用 Sigfox。那在物流追踪这一块，刚才讲，目前呢只有 Sigfox 它可以去搭建这种跨区域、跨地区的一个网络，所以说在全球的这种物流追踪中呢，其实 Sigfox 也是个更加的一个好的选择。那在这种智慧城市的一些质量监控这一块呢。因为户外这些数据它不需要一个高频次的这个交互，同时呢也是数据对于数据的延迟也没有特别高，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NB 啊 Sigfox LoRa 呢都是一种合适的选择。那综上呢能够看到，其实在这个未来这个万物互联的世界中呢，其实 LP1 技术呢作为广域物联网的一个主力，它运用在不同的领域，那不会有一个单一的技术能够满足所有的场景。
那未来呢，多种技术呢必定会在竞合之中呢找到一个各自的定位。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可能是以最终是以 NB-IoT 为主，然后其他的 LP1 技术为辅的一个发展方向。OK， 那说到上面呢，就是一些比较抽象的一些这个技术简介了。那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中国移动集团在物联网这块的一个发展情况。在整个2G退网的情况下呢，中国移动集团已经明确规定，在中低速的这个业务场景下，是需要通过 NB-IoT 还有这 KEYT1 来去承载2G的海量的业务。各位看到，就是我们今年的整个移动的连接规模大概在10亿左右。那在到2025年的“十四五”规划之后呢，整个连接数会翻一番。那其中占比最大的就是这个宅带物联网，是基于 NB-IoT， 大概是占在60%左右的一个业务规模。那目前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的话，在中低速领域，2G还是占有最大的一个这个占比的，大概在60%左右。那累计的这个数量呢，大概在1.6亿。那各位看到，从底下这张图能看到，今年截止到 Q3， 我们内地各个省份对于这个中低速的这个竞争的一个情况，广东省呢，它的这个竞争的数量呢，远超于目标数。也就是说，在整个大湾区的领域呢，这个中低速的市场呢，是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市场。那今后呢，也会有更多的中低速的商机会让我们去发掘。OK， 这张图是定义了现在目前中国移动集团在中低速领域的8大领域的一个布局。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NB-IoT 呢，基本上能够满足大部分的这种中低速的一个场景。那再未来呢，可能会主要基于以 NB-IoT 为主，然后 KEYT1 为辅的一个中低速的市场布局。OK， 这个呢是我们现在今年的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就是在中国移动集团啊。比如说共享单车，可能在内地呢是比较多一些的，可能今年累计已经是超过了6000万台车的这个开放。那同时呢，我们据统计啊，在2020年去年的时候，整个燃气表的总量呢在1.11亿左右，但是 NB 表呢只有2500万，也就是说这个市场还是很大的。那在今年呢，我们跟那个中燃呢完成了一个3年600万的一个这个燃气表的一个签约。同时呢，在白色家电这一块呢，我们也是跟美的一块联合去做了一个校园的共享空调的一个案例，同时签约大概4万的这个 NB-IoT 的网络连接。OK， 那除了这些经典案例之外呢，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中国移动的伙伴大会上呢，我们也提出，就为了响应国家的这个新基建提速的一个策略，我们也会构建更大范围的一个连接，从之前的人与人之间的10亿级的连接呢，去构建为更加100亿级的连接。同时呢，我们之前是以这个通信为主的一个通信服务商，那今后呢，我们会转型为以算力为主的一个算力服务商。那所谓的算力呢，就是指的是我们的一个算力网络。算力网络就是要构建一个融合泛在的一个这个算力网络，达到这种一点多用，汲取多用算力服务。那之前呢，刚才说过，我们是以这个网络信息交换为主。那后面呢，我们会提供更边缘计算呀，提供一些云呐、AI 一些。融合创新的东西，为更多企业提供以算力为核心的数据处理类型。OK， 那讲到这么多呢，都是我们中国移动集团的发展。那说到我们香港移动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香港移动呢，在大家知道，在去年呢是我们香港的5G 元年。那我们去年的4月1号呢，也正式对外宣布了这个5G 的商用。同年呢，我们也赢得了一个5G 私网的一个大标。然后在今年的6月份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用户数呢达到500万，那5G的用户数呢也突破了100万。在最新的这个 Open Signal 的这个5G 测试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移动的5G 信号呢已经赢得了所有的这个各类5G 体验的奖项。同时呢，在这个测试 Speed Test 的测试中呢，无论是上下行的速度还是这个延迟呢，我们中国移动的网络已经是居于前茅。然后同时呢，在刚刚结束的这个频谱拍卖中呢，我们也是赢得了拍卖更多的频谱。那在大家知道，频谱越多，其实你的网络质量越好，你的速度越快，你的 QoS 越高。那么现在目前呢，中国移动呢已经在全港是拥有最多频谱的一个这个运营商，同时呢也是用了最多 5G 频谱的资源。OK， 那讲了这么多中国移动5G 网络发展，那具体到物联网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各位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前中国移动香港对于物联网的一个产业布局。那我们会通过云管边端的一个协同呢，去整个去拓展物联网市场。端这块呢，我们引入了大量的这个传感器以及模组，
在管这块呢，是我们传统的一个优势。我们提供了除了 NB-IoT 之外的二三四五 G 的网络。那在云计算这一块呢，我们是提供了基于物联网的一个湾带平台。这个平台是我们自研的一个 PaaS 平台，专门为企业去订购这个定制化的这个推出这个物联网应用。同时呢，基于这些平台呢，我们去推出了大量的这个智慧行业的一些产品以及构建了不同的生态。那具体呢，会讲。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优势，就是我们基于这个物联网专用核心网基于物联网专用核心网去打造一系列的这个专网专网服务。那包括了有这个可以除了提供这二三四 G、二三四五 G 的网络之外呢，还有包括有 EMTC 啊、Cat1 等。同时呢，我们也是去为物联网专门去分配了一个12位号码，是用于跟大市场的8位号码做区隔。此外呢，我们也提供了多类这个SIM 卡，包括消费级、车规级，能够满足不同的这个环境温度。同时呢，我们也是深挖这些网络安全方面的一些技术，推出了包括专用 APN、VPN 啊、私网通道之类的一些传统服务。最后呢，我们也引入了一个物联网的连接管理平台，去用于去管控整个 SIM 卡的一个生命周期管理。那基于这个物联网专网之上呢，我们也刚才也说，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湾带平台呢，去打造了各行各业的一些智慧应用。OK， 那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湾带平台。湾带平台呢，是我们中移动自研的一个物联网的设备管理平台，它是在 PaaS 层为客户或者企业提供多种的通信方式，比如向下可以兼容，除了移动通信网络之外呢，包括 WiFi、蓝牙、LoRa 还有 Sigfox。同时呢，向下也会接入多种不同制式的这个物联网终端。向上呢，我们通过可以支持 LWM2MQTT 协议，将这些数据传送到上层的 SaaS 应用，能够为客户提供这个从终端到应用的一个连接。OK， 那目前呢，整个湾带平台的这个连接数呢，大概达到2亿左右，然后这个用户数呢也是8万左右，日这个。行业应用呢，大概有7万个在上面。这一张图呢是这个雄安新区的一个这个智慧城市管理图。整个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的平台呢，或者叫做城市中台呢，就是基于我们的湾带平台去打造。除了这个湾带平台之外呢，我们另外一个比较重量级的一个这个平台呢，就是连接管理平台 CMP。那我们引入的厂家呢是爱立信的 DCP， 它也是全球主流的一家这个对于物联网的网络进行管理的一个平台。那可以看到，它是我们通过一张 SIM 卡呢，可以做到一个定向漫游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客户今天我想去 KDDI， 日本的 KDDI， 后天我想去新加坡的Singtel，那我们可以去通过定制化的这个漫游服务呢，一张卡可以实现所有的漫游，而不需要更换其他 SIM 卡。同时呢，还有一些 dashboard 啊，还有一些开放 API， 能够让更多企业通过 API 的方式去管理自己旗下的 SIM 卡，以及通过自定义的方式去做一些自动化规则。此外呢，我们也引入了多种不同制式的这个通信模组，包括 LPW1 的，然后还有2345G 的模组。那这些模组呢，全都已经可以去支持连接到我们的湾带平台。OK， 那讲了这么多这个产品方面的东西呢，那我们基于这些产品呢，是在香港本地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基于 NB-IoT 的一些案例。那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停车平台。那智能停车平台呢，我们是有几大功能模块，包括车位识别啦、车位状态监测呀、车位预约等等。那这个平台呢，主力呢就是通过我刚才说的 PaaS 平台、湾带平台呢，向上搭建的这个 SaaS 的这个智能停车平台，同时还有这个岗停端系统。那向下呢，我们兼容了不同的这个车厂的一些设备，比如说地磁啊、超声波导、超声波呀、啊，然后摄像头啊、地锁这些东西。那目前呢，我们已经交付了几个停车场。那同时呢，我会向客户提供这个定制化的 APP。通过 APP 呢，可以用户呢可以通过 APP 呢进行一些车位预约、线上支付等功能。此外呢，在这个智能楼宇这一块呢，我们也是通过不同的这个 NB-IoT 的这些 sensor 去采集这些客户信息，比如说空气啊、烟感啊、雾感之类的。同时呢，当这些数据呢通过 NB-IoT 的网络，经我们的湾带平台，最终传到客户的这个 SaaS 的这个操作平台，方便我们的物业呢进行这个整个楼宇的一个监控管理，比如说水浸啊、空气污染等等。
OK， 这个就是我们某一个项目的一个这个后台 dashboard， 也是基于我们刚才说的 OneNet 平台的 Vue 3.0 去搭建的一个整个集团的一个智能楼宇的一个控制板，包括可以显示不同的这个传感器的状态，然后连接数，还有这个高警等信息。此外呢，我们还推出了这个智能洗手间产品。那这个呢，其实也是跟那个智能楼宇有点类似，也是通过多种不同的这个传感器，然后经过我们的 NB-IoT 的网络，最终是将这些数据放到客户的 SaaS 平台上。那比如说可以通过，比如说可以去监控这个易耗品什么噪液呀、人流啊，还有一些什么侧格优化呀，还有一些空气质量监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与这个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呢，去推出了一个智慧树木的一个项目。那是也是在这个一个小的一个 sensor 里面呢，放了我们的 NB-IoT 的传感器。那它是可以去监控这个树木的一个倾角程度。当这个来到台风之后呢，如果树木倾倒的话，会实时的将这些数据上报给政府的平台，然后最终要政府去派人去做处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智慧灯柱，也是基于我们的 OneNet 平台呢，跟和这个 NB-IoT 独有的这个网络成连接反向控制装备，然后去做了一个全港的一个这个智慧路灯的一个测试。除了进行那个温湿度采集之外呢，那客户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反向连接的方式进行实时的路灯控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跟电力公司合作去做一些非常传统的一些 NB-IoT 的一些智慧抄表项目。OK， 除了上面这些一些案例之外呢，我们也在不停地去打造整个香港这边的一个物联网生态圈。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从2018年到现在呢，也是连续几年再去举办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创客活动。那旨在就是通过去层层选拔一些不同的这个物联网创客队伍呢，去进行一个决赛比赛。比如说前四名我们会送到重庆还有这个广东去参加这个全国总决赛。那从去年起呢，我们也增设了一个这个最具潜力发展大奖。通过这个奖项呢，可以将我这个赢取奖项的产品呢，免费放到我们的多家门店去展示。同时呢，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市场营销啊、市场推广，还有技术的一些资源。此外呢，我们跟那个香港的英科院 Astrid 呢，也在合作去研究一些前沿技术，比如说这个物联网加区块链技术。说白了就是将我们这海量的物联网的这些信息呢，通过我们 OneNet 平台最终传送到这个区块链平台。那区块链平台呢，再帮这些数据进行加密上链，基于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数据交换呀、数据买卖等。那目前第一步呢，是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平台和区块链平台一个对接，以及将这个物联网的数据传送到这个区块链平台的一个阶段。那在2019年呢，我们和 Astrid 呢联合在上海的那个 MWC 展会上呢率先发布了这个技术。同时呢，我们也是基于 OneNet 平台呢，跟香港的一些中小学去合作，推出了一些 5G 的 STEM 教材，以及跟各个本地的一些大学呢，也在努力推出一些基于工具平台的一些这个科学研究。此外呢，我们也跟这个联合中国移动广东公司，还有这个澳门电讯，还有这个广东省通信行业协会，共同发起了去创建了一个 5G 大湾区产业联盟。那就是为了去联合我们整个上海有产业链，然后共同去构建一个这个资源分享、互助共赢的一个 5G 生态圈，促进整个大湾区城市群的一个快速发展。OK， 好，今天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好，唔該曬 Desmond 咁詳盡嘅分享，咁就會講到 5G 啦、NB-IoT 啦，同埋 LoRa 嘅技術嘅。好，咁其實 LPWAN 咧都分咗好多種嘅，咁亦都啱啱有 Desmond 咁精彩嘅分享之後咧，咁我哋其實都有另外一個好新進嘅呢一個傳輸技術 Sigfox 嘅喎。咁其實佢喺物聯網嘅定位究竟係點樣嘅咧？咁我哋而家有請第二位 speaker Thinxtra Solutions Limited 嘅 Jeff。嚟大家講解一下 Sigfox 喺本地點樣應用咧 ？Thank you, Jeff。
Jeff 啦，咁啊嚟自啊 Thinxtra 嘅，咁我係 Solutions Consultant。咁啊今日主要咧介紹咧就會圍繞住兩個嘅 topics 嘅。第一咧就會喺一個技術層面方向咧就會介紹多少少關於 Sigfox 嘅技術係咩一回事。而另外一部分咧就係會有介紹我哋啊 Sigfox 咧佢 XKit 一個 development board， 咁俾大家睇睇係咩一回事，點樣可以幫到大家。如果有需要去做一啲產品嘅開發啊，或者你想學習多啲點樣應用我哋 Sigfox 嘅通訊嘅技術咧，都可以幫到手。咁首先都簡單介紹一下，其實 Thinxtra 究竟係乜嘢嘅一個公司咧，或者係提供一啲乜嘢嘅服務咧？Thinxtra 本身我哋 headquarter 喺澳洲，咁但係我哋係一個網絡 Sigfox 嘅 service provider， 類似即係好似香港嘅 CSL3 啊，或者好似 China Mobile 咁去提供一啲手提電話信號嘅網絡 service。咁但係我哋係會提供做一個叫 Sigfox 嘅一個 IoT 技術嘅 connectivity 嘅供應商。咁我哋公司咧主要係會負責澳洲啦、新西蘭啦、香港同埋澳門嘅呢幾個區域嘅一個嘅 Sigfox 嘅網絡嘅 connectivities。咁大家都會見咧，其實喺下邊個圖裏邊咧都會有少少簡介咗。咁而有個覆蓋範圍會係點樣嘅？咁啊喺澳洲裏邊大概嘅覆蓋率去到 83% 啦，新西蘭係 94% 啦，而香港咧我哋係可以去到 97% 嘅。而頭先咧都喺CM 嗰邊都有提過。Sigfox 其中有一個特性咧，係可以跨境嘅，即係一個全球性都可以應用到嘅一個技術嚟嘅。咁我哋而家暫時喺全世界裏邊咧，有75個國家嘅覆蓋嘅範圍。咁你會見啦，而家就係喺香港區域裏邊咧，我哋嘅基站咧，其實如果講緊個數目咧，都差唔多超過係或者接近啦200個站嘅。咁其實都會喺一啲嘅大廈嘅天台平台啦，或者一啲室內嘅裏邊啦，都已經有我哋嘅基站嘅安裝咗喺度啦，而提供一個 Sigfox 嘅 connectivity 嘅服務。咁所以點解我哋可以做到 97% 咧？咁其實都係全賴我哋呢啲分布咗喺全香港唔同地方嘅基站啦。咁都會再有一張圖表睇一睇。咁其實喺市面上都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技術上都提供俾大家選擇。咁而我哋嘅 Sigfox 咧，其實都會係有咩嘅特別嘅地方或者一個優勢嘅地方啦。咁我哋係非常適合去做一個嘅大規模嘅一個 deployment。舉個例子啦，我哋喺比利時，咁其實我哋係有做到係超過200,000隻嘅水錶嘅 deployment 嘅。咁啊，當然老實唔係我哋 Thinxtra 做，係我哋 Sigfox 嘅一個嘅partner 裏邊去做嘅。咁而最近亦都喺馬來西亞嗰邊咧，咁亦都係 deploy 咗超過36,000個 parking sensor 喺一個嘅咁嘅一個大 scale 嘅 deployment。所以我哋喺 Sigfox 嘅優勢上面咧，係話做一個大規模、大數量大嘅一個 deployment 咧，非常合適嘅。咁呢度就用另外一種圖表嘅形式去睇一睇喺唔同技術上面嘅優勢啦。咁我哋喺 Sigfox 其實分行 LPWAN 嘅一個叫做低功耗嘅一個網絡入邊啦。所以距離長絕對係我哋嘅其中一個優勢啦，低耗電亦都係我哋嘅優勢啦。咁啊，所以大家都會見到咧一個簡單嘅比較之下，可以睇翻大家唔同嘅應用層面之下，去點樣揀選翻一個最合適你哋嘅使用嘅技術。咁啊，大家可能都會有其中一個問題，好經常會碰到嘅，就係話如果我應用嗰個層面入邊冇一個信號嘅覆蓋。可以怎樣做呢？咁樣咁咧，你會見我哋喺 Sigfox 裏邊有兩種 device 可以去提供俾大家咧，去解決一個叫網內覆蓋嘅問題嘅。第一，我哋有一種叫做station micro， 咁其實我都擺咗一隻喺台面嘅白色嗰只。咁啊，大細可能同大家一般家用嘅屋企嘅 WiFi 街市咁上下大啦。咁我就可以將呢個 Sigfox 嘅信號網去延伸。舉個例子，我哋有啲客户咧。可能在一棟大廈裏面去嘅地庫，佢想睇有冇漏水。咁但喺地庫裏面咧，就真係乜嘅信號都收唔到。講緊嘅可能連手提電話網絡都收唔到。咁可以點樣做呢？咁我哋咧就可以喺舉例喺地面嗰一層啦。咁佢係收到一個手提電話嘅網絡，我哋就安裝一隻我哋一個叫 station micro 嘅 device。咁啊，將我哋嘅 Sigfox 嘅網絡提供，亦都延伸咗去到佢哋一個地庫嘅地方。咁樣嘅話咧，咁就完全解決咗一啲信號到唔到嘅情況出現啦。
咁我哋呢啲 device 其實都好相宜，咁我哋有啲月租嘅計劃。咁因為以我哋理解，如果可能舉例行 NB-IoT， 咁當然 NB-IoT 嘅覆蓋更加全面啦喺香港裏邊。咁但係如果真係一個大廈入邊冇信號咧，可能就要同個電信供應商去溝通下。咁啊當然，如果電信供應商可以幫手解決咗個問題，咁啊最好啦。咁但係往往都有啲機會就係話個電信供應商，我要額外再裝翻啲 infrastructure 先可以延伸到個 NB 嘅信號。咁嗰啲咧可能講緊係10万、8万元。嘅一啲嘅安裝嘅費用嘅，咁所以我哋亦都有相比之下，我哋都係有其他嘅選擇。咁啊，另外一種係咩嘅 device 咧？這個叫 repeater， 咁啊，亦都係個概念一樣嘅啫，目標都係想將 Sigfox 嘅信號延伸落去一啲 cover 唔到嘅地方。咁啊，只不過係一個 repeater， 即係將個信號不斷延伸落去。咁所以兩種嘅 device， 我哋都可以提供到俾我哋客户，務求令到佢哋使用嘅環境或者個地方咧。都會有 Sigfox 嘅信號嘅 coverage。咁跟住都可以講一講Sigfox 嘅一啲嘅技術層面多啲嘅資料啦。咁喺 Sigfox 嘅規範之下咧，其實我哋就將全世界就分咗7个唔同嘅區域。咁啊1、2、3、4、5、6、7。咁啊大家就喺依度會見到唔同嘅顏色。咁喺香港裏邊會係點樣咧？我哋香港咧就會 under 我哋叫 IoC 四，即係一個叫做四區嘅一個 sensor。咁點解會同大家提到？點解會有分別咧？咁因為喺 Sigfox 嘅有啲 device 或者大部分嘅 device 都係全區域嘅設計嚟嘅，即係話佢隻 device 去到你哋手上邊，其實就已經係 ready for 1至7区嘅。但係同樣某一啲 device 就可能真係要留意啦，你哋要用嘅時候就要睇一睇嗰個 spec。佢係本身 support 邊一個區域？咁如果真係香港使用嘅咧，就記緊留意係 IoC4。咁啊，除咗話係區域裏邊我哋要留意咧，都可以用一個數據嘅層面去俾大家睇翻個分別係邊一度。因為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咧，可能佢哋對一個頻譜嘅規範咧都不一樣嘅。咁 IoC4 咧，我哋 under 即係香港 under IoC4 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識波斯度都會見到咧，我哋行緊一個係920MHz 嘅頻譜。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 unlicensed 嘅一個頻譜嚟嘅。咁變咗咧，我哋都係可以利用呢個 unlicensed 嘅頻譜咧，去做翻一個數據嘅通訊。咁而唔同嘅地區就有唔同嘅頻譜嘅規範啦。咁所以其實分區域主要都係因應翻佢哋嗰個頻譜係喺唔同嘅地區嘅規範係點樣而做一個設定嘅。咁至於我哋喺除咗睇唔同嘅區域以外，我哋啲 device 都會有分到咧唔同嘅 class 嘅。咁唔同嘅 class 係代表啲乜嘢咧？就係代表佢哋本身嗰個嘅接收能力啦，或者發射呢個信號出去嘅唔同強度嘅能力。咁最強嘅或者我哋叫嗰個嘅class 零係去到可以24个 dBm 啦，而唔同嘅可能有1、2、3。咁一般嚟講喺市面上用到嘅產品或者賣到嘅 Sigfox 嘅產品咧，其實都會應該係 under class 零同埋 class 一噶，因為二同三咧就真係相對比較弱啲，咁或者甚至乎係一啲好特別嘅應用之下先需要用到。咁所以如果喺大家考慮嘅時候咧，都除咗睇咗個 IoC 邊個區域之外，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望一望佢究竟嘅 device 係屬於邊一個 class 咯。咁喺另外再講多啲關於 Sigfox 嘅技術裏邊啦，咁啊雖然 Sigfox 都係 under 叫一個 level band 嘅 connectivities 嘅一個技術之一，其實我哋係再精準啲咧，其實我哋叫 ultra level band 嘅，因為我哋用嘅頻寬咧，咁啊只係100个 hertz 嘅啫，咁啊大家都會睇到，如果係香港咧用緊900至920零左右 megahertz 嘅頻譜，而我哋用100个 hertz 嘅 bandwidth 咧，咁我哋咧。係對於一個長距離嘅傳輸啦，同埋依個抗干擾能力咧，都係好高嘅。咁而另外一個嘅再進一步去再講多少少咧，當一個信號由一隻 sensor 去掟佢個 message 出去俾一啲基站嘅時候，究竟佢發生緊咩事咧？其實簡單啲嚟講咧 ，sensor 本身一掟個信號出去咧，佢係第一冇任何 handshaking 嘅。工作需要做嘅，佢係由個 sensor 一掟，佢就會掟咗出去㗎啦。
咁佢訂咧就唔係淨係訂一次嘅，佢會分唔同嘅頻譜，總共係會訂三次嘅。即係話每一個 message， 佢就會根據佢嘅需要，將佢相關嘅資料會將喺大氣電波裏邊咧就 broadcast 出去，分別用唔同嘅時間同埋唔同嘅頻譜去訂出去嘅。咁呢個就係我哋 Sigfox 嘅技術嘅設計嘅一個特色啦。咁可以做到個 time 同埋 frequency 嘅 diversity。咁而另外一個咧，就係話我哋因為係唔需要同任何基站做一啲叫 handshaking 嘅工作，咁所以當佢一掟出去嗰陣時咧，佢就會喺呢個空氣嘅大氣電波裏邊咧就游走噶啦。咁只要喺附近範圍有 micro station 或者有我哋啲 base station 接收到嘅咧，佢就會將呢個信號 pick up， 而會上翻去個後台。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係會多過一個 station 去收到呢個信息，而上翻去我哋嘅後台。咁呢度我哋就叫 spatial diversity 啦。咁呢度亦都一個好處就係話咧，萬一真係其中一個基站出現咗問題，我哋亦都會有其他基站咧自動去 pick up 呢個 message 嘅。咁啊，大大將嗰個嘅send 唔到 message 嘅機會減低咗好多啦。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 Sigfox 本身設計嘅概念咧，佢個 protocol group 咧係非常小型、好輕身啊。因為我哋計埋曬需要嘅 data 同埋個 protocol 嘅 overhead 咧，都係講緊 maximum 26 byte 嘅啫。咁啊，因應唔同嘅 sensor 嘅資料咧，有時嗰個數量係會仲少啲嘅。因為舉例，可能你純粹 send 温度，其實只需要2 byte。咁啊 ，send 一啲嘅 status 可能1 byte。咁可能都係講緊一個10 byte 嘅一個通訊嘅一個模式嚟嘅啫。咁所以都喺個數據量上邊咧。是很簡單，也是很直接，也是少。而我們另外呢都有一個叫 downlink 的。downlink 的意思是什麼呢？我們是可以有一個雙向的通訊，上來的數據我們叫 uplink， 下去的數據我們叫 downlink。 downlink 一般會做什麼呢？我們可以是譬如做一些 configuration， 可能某些 sensor 的 parameters 我需要去 update 了，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 downlink 呢去將呢個 sensor 裏邊嘅 config 去更新。咁而我哋而家嘅設計咧 ，downlink 咧係一日係可以提供四次嘅 service 去訂落去嘅。咁所以我哋都係一個雙向嘅服務嘅。咁而呢個 downlink 咧，亦都係會係需要去發生嘅啫，並不是話每一次都需要嘅。咁所以咧，用頭先介紹咗我哋嘅 Sigfox 一啲好基本嘅設計嘅理念之後啦，或者佢使用緊嘅方法之後咧。咁我哋 Sigfox 嘅優勢，第一就我哋可以有一個好 high network 嘅 capacity， 我哋有一個好 ultra 嘅 level band 咧，再加依個嘅 frequency 同 time 嘅 diversity、spatial diversity 之後咧，我哋成個網絡嘅設計係非常適合用於一啲係一啲好大型嘅 deployment 度嘅。咁而我哋係非常非常慳電嘅，因為喺我哋 Sigfox 嘅設計裏邊咧，因為頭先輕都大過啦，我哋冇一啲叫 handshaking 嘅工作要發生，咁所以我哋純粹係將個 device 佢只要收到佢要我要訂 data 依個嘅指令，佢就會將個信號個 message 我哋就會訂出去。咁喺個設計咧，其實一個 sensor 咧，佢可能只需要大概用6秒時間，咁就係已經係可以將個信息訂咗出去噶。咁你會見咧，佢大部分時間咧其實都係瞓覺，咁所以咧佢係好慳電嘅一個設計嚟嘅。咁啊，依度30 mA 就一個約數嚟嘅啫，因為可能唔同嘅 chipset 啦，唔同嘅設計啦，當佢真係訂一個 message 出去嗰陣時咧，可能會變依個20 mA 去到60 mA 左右嘅一個嘅工作模式嘅耗電啦。咁但係一般佢瞓緊覺嘅時候咧，咁都可能係講緊用一個 nano 嘅單位，好慳電嘅情況之下去運作緊嘅。咁所以我哋嘅 Sigfox 咧，其實好多時嘅數據應該咁講，呢個電量。佢點樣去評估嘅咧？就可能講緊係用 number of message 可以 send 到幾多個，而去講佢嘅電量係幾多嘅。咁啊，我都有隻 sensor 俾大家睇一睇啦，佢又非常細嘅。嗱，依隻 sensor 咧，長方形，細細地。咁其實係已經有多標籤咗多幾個唔同類型嘅 sensor 入邊嘅。咁啊，包括係一個温度嘅 sensor 啦，accelerometer 啦，佢哋有個 button 啦，咁有 wrist switch 啦，諸如此類啦。咁但係依個 sensor 講緊依個 size 啊，
係可以 send 到30,000個 message 左右嘅。咁如果一般嘅應用咧，係一啲嘅普通温度，我哋講緊可能30分鐘 take 一次。咁其實可能係講緊用5年或以上嘅時間，甚至乎可能去到10年嘅時間。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 Sigfox 嘅其中一個優勢，就係話啲 device 可以非常輕巧，而個耗電量係即可以係非常低，用到好多年嘅。咁都可以俾大家睇下。咁另外都有隻幾有趣嘅，我就笑佢做金字塔嘅。咁其實佢有三角形細細地一隻。咁呢隻又係咩嚟嘅咧？咁呢隻咧其實是一隻流水 sensor 嚟嘅。佢底下咧有兩隻金屬嘅腳啦。咁只要譬如水浸到某一個位，接觸到佢金屬嘅腳咧，其實佢就會出嚟到佢嘅notification， 就會 send 話流水會出現啦。咁但係亦都有個有趣嘅地方就係咧，如果佢俾人哋踢低咗，我瞓低咗咁樣，咁佢都會響嘅自己。同埋就會通報喂，我瞓低咗喎咁樣，咁當然流水佢都會有另一個通報啦。咁呢隻亦都係非常輕巧嘅 device， 價錢亦都非常相宜，而講緊耗電量亦都係講緊以5年或以上嘅使用量嘅。咁所以我哋真係 Sigfox 嘅 sensor 大部分一般都非常輕巧嘅。好啦。咁啊，頭先提過啦，因為我哋 Sigfox 係本身一個 ultra level band 嘅一個設計啦，個 bandwidth 只係100Hz 啦，咁佢對呢個抗干擾能力咧係非常之好嘅。佢只要個 signal 係高過個 noise 8dB 咧，其實已經可以成功將佢個信號掟到出去。咁所以that's why 亦都我頭先開頭提過少少，點解喺我哋比利時啦，或者係呢個嘅馬來西亞嗰邊做一啲咁大規模？在一個大城市裏面咁多不同的 device， 咁多干擾之下，我哋都跑贏到 LoRa 或者跑贏到其他技術，而去做到呢個 project 咧，其實亦都係因為我哋抗干擾能力係非常之出色嘅。咁輕輕提一提我哋香港有啲咩 case 係做過㗎啦。如果大家咧去翻呢個嘅文化博物館啊，咁其實佢個 theater 裏邊咧就有唔同嘅，唔係唔同嘅，有好多個凳。其實凳裏邊咧都已經係安裝咗我哋嘅 sensor 嘅。其實如果是哪隻 sensor 我們裝了下去呢，就是剛才可能現在傳給大家看的那隻白色那隻。咁其實又因為是有一個cell meter 裡面呢，我們可以做一個叫 tube detection， 就去看看這些燈，即好像以前現在就應該戲院少一點的，但我的年代呢燈呢戲院的燈是會不坐的時候會彈上來的。咁呢就我們將一些 sensor 呢就會裝了在這些燈裡面。咁當沒有人去使用的時候呢，那張燈就會彈上來啦。咁我哋就用個角度去計算翻，咁究竟呢個位置有冇俾人使用過？咁所以你都會見有機會啦，咁大家都去睇睇，其實裡面都係裝咗我哋嘅 sensor， 因為本身隻 sensor 都好輕巧啦，所以坐落去嗰時候又唔會覺得話攬住個 pad 咁樣嘅。咁呢個係我哋其中一個應用。咁另外一個應用咧，我哋就同 CIC 合作，就喺上水佢有一個訓練的一些同學的一個地方啦，咁我哋喺佢裏邊咧就裝咗啲唔同嘅 air quality sensor， 咁啊包括係睇佢個 CO2 啦、TVOC 啦、PM12.5 唔同嘅點零。因為點解我哋需要去睇咧？嗰度咧其中有一個部門咧，有一個部分啦，係啲油漆教啲同學點樣油漆嘅。咁因為油漆都係一啲有機嘅揮發物，咁所以我哋都裝啲 sensor 去睇住，如果睇下個通風系統係咪可以合適，而不會對學生有任何的健康上面的影響咧，咁我哋所以都幫到手去做咗呢個 project 嘅。好，咁其實頭先我約咧就介紹過喺Sigfox上邊技術層面嗰方面啦，咁咧都會嚟緊就會同大家講講話，喂，我真係有興趣，我想去做一個嘅研發嘅時候，我可以有咩途徑去做咧？咁我哋Sigfox有一套嘅叫 development kit， 咁啊叫 XKit。咁本身裏面咧就標籤咗幾種唔同嘅 sensor 啦，有依個温度嘅 sensor、壓力嘅 sensor， 一個嘅你當一個光敏嘅 sensor 啦，即係用睇個光度而去 report 翻個電壓高與低嘅一個 sensor。咁另外有一個 cell meter 啦，可以 report 到個 x、y、z 三個軸裏面嘅唔同嘅加速度，同埋有個 mix switch 嘅。咁啊一塊板都其實做曬嘅啦。咁樣咧一塊板其實好細嘅啫，就咁細塊嘅啫。咁啊，題外話啦，今日大家放低張卡片咧，我就送一盒俾你哋。咁啊，如果大家陣間有時間嘅，擺低張卡片就攞一盒走啦。咁啊，裏邊有啲咩內容咧？就硬件上面
其實就一塊 Arduino board， 再加一塊 XKit 嘅 communication 嘅 module， 咁上面當然都 built in 咗啲 sensor 啦，有個 antenna， 有啲電池嘅插咗啲 jump 係有啲 USB 線。咁另外就大家要留意翻啦 ，default 嚟嗰個 setting 咧就已經可以直接 USB 供電噶啦。咁如果你哋冇其他嘅供電嘅方法，就直接插 USB。但係如果你哋想覺得，我另外想俾個電源，俾個 DC 嘅佢又得。或者想用其他途徑咧，咁大家留意翻裏邊有張細嘅卡紙嘅，咁你哋真係因應翻你哋供電嘅情況係咩嘅情況下，你哋要 set 翻相關嘅 jumper， 咁所以呢個大家留意。但如果唔係咧，純粹就係用翻 USB 供電就可以噶啦。咁另外就因為呢個係一個 development kit 啦，咁我亦都係包咗一年嘅 Sigfox 嘅 connectivities 嘅 subscription 嘅。咁我想大家今日拎除咗係拎走個硬件之外，其實有一年嘅 subscription 已經係包埋喺百萬入邊，大家可以用噶啦。咁有啲步驟嘅，咁大家到時就去翻呢個網頁啦。咁登記翻你哋啲資料。咁有一樣嘢都要提一提大家嘅，每一個 device 我哋有一個 unique 嘅 ID， 唔會重複嘅。咁所以嗰個 ID， 當你去做 registration 嗰時候要打翻個 ID 啦。另外一個咧叫做 PAC。咁 PAC 係咩一回事呢？都係一個唔會重複嘅 number， 每一塊板咧都係獨係咯，都係講話獨立嘅。因為點解咧？你登記完呢個 number 嘅時候咧，就呢個 number 已經係失效啦，即係你 PAC 只可以用一次嘅啫。咁下一次要點樣咧？咁你就要喺個系統度可能要 remove 咗佢，咁而等個系統派一個新嘅 PAC number， 咁你先可能俾下一個人用，或者你想借俾朋友用。咁就要攞一組新嘅 PAC number。咁同樣喺 device 層面一樣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到頭先個 device 咧，其實後面佢自己都印咗一組 PAC 嘅。咁但當你登記咗一次之後咧，其實後面嗰組 PAC 就冇意思噶啦。咁如果你真係喺用喺其他 project 啊，要用喺其他客户度啊，你要再 register 一個新嘅 device， 咁就要攞一組新嘅 PAC。咁所以留意 PAC 咧，嗰個係用一次嘅啫。咁再打翻相關資料啦 ，email login 嗰啲，咁大家就可以 login 翻入去個 portal 度。咁呢塊板咧，頭先提過有唔同嘅 sensor 啦。咁佢幾時或者點樣會 trigger 到佢一個 sensor 會 send 啲 data 出嚟咧？可以有兩個途徑。一個途徑咧，你擺喺度唔好理佢，佢就每十分鐘會自己掟一次。有三個途徑。第一個就擺喺度唔好喐，十分鐘自己會掟。第二個途徑咧，其實佢有個掣嘅。咁你咧喺面頭撳一撳佢個掣咧，咁佢就會一撳，跟住佢就會掟出去噶啦。咁第三個途徑係咩呢？佢一個 switch 嘅，即係話你拎粒攝石走埋去攝一攝，再拎走，咁又會 trigger 到佢訂 message 啦。咁所以非常適合大家去做一啲開發，或者去想學習一下 Sigfox 嘅技術係咩一回事咧？呢塊板就非常好用嘅。咁至於佢數據上咗嚟啦，咁大家都要知道點拆噶嘛。咁佢個 payload format 咧，就其實會咁樣寫咗出嚟嘅。咁佢一共咧，你就見到個 bit 嗰個 個 byte 咧，唔係好多嘅啫。咁你都係12個 byte 嘅 data， 咁每一組佢就已經話咗俾你聽上嚟嘅意思係咩一回事，咁點樣去拆？咁可能有啲數咧上嚟之後，你要再做少少處理啦，包括可能要除1000啊、除250啊，諸如此類咁樣啦。咁我好快舉一個例子，譬如真係收到之後會係點啦？咁依度加多版先，大家點樣睇到個 data 係咪成功上到去？個 payload 係乜嘢？咁你哋之前喺嗰、那個登記嘅網頁登記咗之後，有你哋個 email， 你哋 activate 咗你哋個 account 之後咧，你哋 anytime 都可以 login 翻我哋 Sigfox 嘅 backend， 去見得翻依個 device 裏邊嘅資料，包括係一啲 payload 嘅 data， 幾時個時間上嚟，係啲咩內容，咁你可以睇到曬嘅。咁所以有咗依啲資料咧，你就可以去做一個運算啦。好快舉個例子啊，咁譬如咧，我 capture 咗個上嚟，或者 backend 上面見到。是 410A， 咁全部講緊一個16進制嘅一個運算啦。咁因為佢哋個 format 嘅問題咧，佢哋咧就要轉翻做 0A4E 嘅，即係呢啲係啲數值上面嘅運算嘅啫。所以大家咧就唔好千祈將 410A 就懟落去即刻換算啦。咁你要將佢調一調嘅，咁啊變咗 0A4E。咁有咗一組 data 啦，舉例我喺後台 capture 咗呢組 data， 咁啊一串好長嘅。咁我就可以用呢組 data 咧，就拆解翻每一個 message 係咩意思，咁就會拆得翻出嚟温度啦、
原來26.38壓力啦，究竟個 voltage 係幾多啦？每一個嘅 X Y 二 set 嘅軸嘅 axis 嘅加速度係乜嘢？咁你所以會見咧，我哋 Sigfox 嘅，正如我一開頭咁講，佢嘅數據係簡單直接同埋比較係好短嘅，都係12.8已經可以做到咁多嘢啦。好啦，咁大家另外一個問題就問啦，咁我如果真係做開發，我冇理由淨係成日睇住你哋個 Sigfox 個 backend 啊，咁我都可能想做一啲 integration， 咁可以點做咧？咁樣，咁我哋 Sigfox 咧其實係可以提供咗三個唔同嘅 interface 俾大家嘅。咁第一咧就係、有 GUI， 即係大家直接可以喺我哋個 Sigfox backend 裏面去睇翻個資料個數據係乜嘢。第二個方法我哋用一啲叫 callback， 咁呢個 callback 咧就可以係因應翻唔同嘅 setting， 可以將啲數據去將佢傳翻俾你哋個 platform， 或者第三個做法我哋用 API。咁我相信呢個 API 啊呢啲大家都比較熟啲啦。咁但我都會有少少例子俾大家睇下。咁啊，先講下 GUI 啦。咁其實依一個畫面咧，當你哋登記咗之後 ，activate 咗個 account， 你入去都會見翻類似嘅資料噶啦。咁你就會見到你哋嘅 sensor 嘅 ID， 跟住會見到個 payload data 幾時啦，一個 timestamps， 咁係一個嘅資料係乜嘢？咁呢啲就會見到嘅。咁另外就會睇嗰個信號嗰個接收嘅強弱。咁我哋用一個叫 LQI 嘅，即係一個嘅 quality 嘅 indicator。去睇一個信號嘅強弱係點樣嘅，咁啊當然有個最基本嘅假設，你哋使用嘅時候如果現場冇 coverage 嘅，咁啊 sorry 啦，咁啊即係你啲數據都上唔到嚟啦。咁但係如果上到嚟咧，你都可以睇睇你哋個信號嘅強弱度係點樣做翻個基本嘅參考嘅。咁而另一個方法咧，我哋都會有啲客户會用嘅，佢想簡單啲，直頭用 email 嘅形式，如果個 data 有上嚟，佢哋會收到會見到啲乜嘢？咁我哋咧可以喺翻個 backend 裏邊咧，同樣都可以做翻啲 configurations。咁去翻個叫 callbacks 嘅地方啦，咁啊揀翻去做一個新嘅 callback。咁我哋 custom 一個 callback。咁啊做翻啲相對應嘅 setting 嘅啫。咁啊都好簡單嘅。如果大家啲 programming 少少嘅底子咧，其實絕對難你哋唔到嘅。咁啊可能揀翻個 data 啦，係 uplink 啦，用 email 嘅方法啦，打翻一啲 email 嘅 address， 再想將佢嘅 header 或者個 subject 個內容係乜嘢？咁我當我做咗呢啲設定嘅時候咧，咁譬如頭先用翻 XKit 嘅例子，佢每10分鐘又會訂一次上嚟啦。咁啊 ，email 收到個 content 就會係咁樣噶。咁又唔需要黐住個 backend， 大家可以用 email 嘅方法去接收嘅。咁而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同第三方去做一個嘅對接。咁第三方嘅對接咧，有幾種形式嘅。咁我哋公司咧，其實都會再解釋多少少。雖然我哋係一個嘅 service 嘅 Sigfox 嘅 connectivity provider， 但好多時咧，我哋喺個市場裏面咧，我哋都會提供埋 sensor 或者 platform 係去俾埋我哋嘅客户。咁我咁樣做嘅，咁變咗我哋市面上都會睇翻喺個市場度有啲咩合適使用嘅 sensor 咧，好多都係歐洲嗰方面咧，我哋會引進翻嚟香港。去買嘅，咁譬如頭先見到嗰兩隻 device， 其實都係講緊芬蘭啊、歐洲啊邊一啲國家製造嘅，或者你設計嘅製造嚟嘅，我哋都會引進翻嚟去買。咁啊有咗 connectivities 啦，因為係會用 Sigfox 嘅 connectivities 啦，又有硬件啦，唔同類型嘅 sensor 啦。咁第三樣嘢係咩咧？就是、個 platform 啦。咁啊 platform 咧，我哋公司自己本身冇 platform 嘅，因為正如我咁講，我哋係提供個 connectivities 嘅啫。咁所以我哋會同 partner 就去做係提供 platform。咁其中一個咧，我哋就會係partner 之一，就係用一個叫 Fossa IoT 嘅 platform。咁如果用咗依個 platform 咧，其實有一個好處嘅，頭先嗰啲 small registration 咧就不需要嘅，你哋只需要喺依個 platform 裏邊直接去登記一個 device 咧，頭先係 backend 做嗰啲嘢咧，佢就自動幫你做曬㗎啦。咁所以依個亦都係用我哋嘅 partner 嘅 platform 其中一個好處之一啦。咁亦都可以因應你哋嘅需求咧，個 dashboard 去做翻唔同嘅設計嘅。就譬如你想用一個圖表形一個 floor plan 嘅形式，或者用一啲唔同嘅 chart 嘅類型嘅形式，咁都好容易咁樣喺翻個 dashboard 裏邊做翻一個嘅 setup 嘅啫。咁大家下一個問題又會問啦，咁要錢噶嘛？咁大家想試下啫，咁試下有冇啲唔使錢噶？咁啊，咁啊有嘅。咁我都上網揾到個咧，其實有一個叫做Tangle.io 嘅一個嘅 platform。老實唔係同你賣廣告啊，我都係因為個 workshop 我上網 search 到嘅，佢都可以提供唔使錢嘅，俾大家去 register 5隻 device 最多，
咁啊 ，data 幫你儲30日。咁所以如果大家去純粹想試下玩下咧，都可以試下呢個 platform 嘅，因為佢本身呢個 platform 咧已經係完全將個 XKit 已經係 ready 去做 integration 㗎啦。咁佢裏邊咧，但係咧就有少少功夫要大家去做嘅。咁佢都有啲詳細嘅教學嘅。咁啊，教學其實做咩咧？其實都係喺翻個 backend 裏邊 set 翻頭先我講嗰啲所謂嘅 callback， 因應翻佢哋嘅需求 set 翻上去嘅啫。咁啊，用意就係話都係將個 sensor 將個資料上到去 Sigfox 嘅後台之後，再將佢嘅資料點樣去傳送到佢哋 Tango I/O 嘅一個嘅platform 入邊。咁呢個就大家可以係去睇睇啦。咁我已經全部 integrate 曬。所以即係譬如如果大家之後有條 link， 可以再睇下點樣做。咁呢度我就唔多講啦，因為都係頭先有少少做到嘅事情。咁但係都可以係做翻一個例子，夾得落去 Tango I/O 裏邊。如果本身你哋自己公司嘅 platform 咧，都可以當一個參考嘅途徑，究竟需要做啲乜嘢咯 ？set 翻啲 callback 啦，咁都係 set 翻啲 custom 嘅 callback。咁啊，相對應譬如原來你哋有嘅 server 嘅 URL 係乜嘢？咁誒個 post 嘅形式即係收到翻嚟，我哋會拱過去俾你哋 server。咁若果你哋係有啲嘅 key 啊，有啲ID 要打翻啊，咁呢度可以係打翻出嚟啦。裏邊嘅 format 係乜嘢啦？咁其中一個好常用嘅，咁就可能用翻一個 JSON 嘅 format 啦。咁啊 define 翻成個 body 係乜嘢？咁我就會將個 message 咧就會根據翻你哋呢度嘅設定，就會係 send 翻去呢條 link， 亦都係可能你哋嘅 server 裏邊去俾翻個資料你哋嘅。咁呢個係我 capture 翻個畫面出嚟嘅啫。咁啊，主要就話如果用咗呢個 Tango I/O 之後，佢個 dashboard 會見到啲乜啦？咁我就會直接可以幫大家將啲資料咧拆解咗出嚟噶啦。咁我唔需要減散咗頭先嗰啲什麼除1000啊、除250啊諸如此類。咁我就可以將 XKit 裏邊嘅資料温度、壓力、嗰個 voltage 唔同嘅加速度，用一個數字嘅形式又得，用翻一個列表嘅形式 ，show 翻啲 historical 嘅 record 都可以。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玩嘅時候咧，亦都可以試一試用呢、這個platform 嘅。咁最後尾咧就 API 啦。咁API 咧一般應用係比較少嘅，因為點解咧？咁其實因為 API 咧，佢會有啲使用上邊嘅建議嘅。咁但係都要講翻一樣啦 ，API 我點樣去攞到個？login 咧，或者 sorry 唔係 login， 我點樣攞到佢嗰個嘅 key 咧？咁其實又係入翻我哋個 platform 入邊，咁啊揀翻佢咧一個 API 嘅access 嗰個地方啦，咁就會攞到啲 key 嘅，咁啊包括會攞到個 login 嘅一串 number 啦，同埋一串嘅 password 嘅 number。咁有咗依兩組資料咧，咁你就可以用翻流量咗個 API 做 integration 嘅時候，去喺翻我哋嘅 backend 後台度攞資料嘅依歸之一。咁佢咧亦都有一翻好詳細嘅文件，咁大家可以上翻去 Sigfox 個相關嘅網站嗰度去做翻啲嘅 study 啦。咁咩時候適合用 API， 而咩嘅時候唔適合用 API 咧？咁大家就係可以留意翻啦。如果係做一啲 device management 裏面嘅，就會適合用 API 去做嘅。但係如果你話純粹係想攞數據、攞 data 嘅，我哋係建議用緊 callback 嘅。咁啊，所以就大家留意。真係 API 主要係做一啲 device 嘅 management， 就不適宜用喺攞一啲 data 嘅情況入邊，因為都點解咧？每一個 API 咧，佢都設定咗一啲嘅限制嘅，就話可能佢有一啲係只可以最多每一秒攞一次啊，或者有啲係每60分鐘攞一次啊，咁所以呢啲純粹係適合做一啲 device management， 真係攞 data 用 callback 咁樣啦。其實在 Sigfox 裏面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它都將很多資料其實放在上網站的，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或者有興趣去想了解多一些 Sigfox 是什麼的時候，其實真的很容易在網上找到大量的資料。這裡我都給了一點點的 link 給你們去看的。另外有一個都可以給大家留意一下，我們有一個叫 partners.sigfox.com 的網站，是什麼呢？就將所有 Sigfox可以現有在市場裏面提供到的 device 都放在上這個網站上的。如果大家有些應用上面想看看一些漏水 sensor 或者一些特別應用的 sensor， 可以上去這裡先看一看。當然如果香港用的，你更加可以 filtering 那裡 filter 那裡選擇定是 RC4， 就會見到香港區可以用到的地方。
咁啊都唔錯嘅，大家可以睇一睇。係一口氣講咗好多，係啦。咁睇睇大家有冇乜問題啦。唔該曬阿 Jeff， 好詳細喎呢個分享，我諗相信大家對於 Sigfox 呢一個技術咧都有更深刻嘅認識啦。好，咁我哋接住落嚟咧，咁就會有一個即場嘅 Q&A session 嘅。咁我相信我對亦都有請阿 Desmond 啦，啱啱第一位 speaker 同埋阿 Jeff 咧，可以去台前嗰度坐低，係啦，解答一下我哋現場嘅問題嘅。大家可以隨便發問喎。想問Sigfox剛才那裡有幾個 RC， 香港 RC4， 但如果做一些跨國的追蹤，即是供應鏈或者物流的追蹤，那是不是要是不是有即是怎樣選擇個 RC 呢，還是有其他是可以溫和的那樣的呢？Hello， 好問題來的。首先有幾個層面要考量，第一，當你揀選用哪個 sensor 的時候，一定要是 support multiple zone 的。有些 device 就 all zone 全部都 OK， 但舉例可能某些 device 或者這個應用原來我隨意講聲，可能你是 zone 2、zone 4、zone 3，咁你起碼要 make sure 呢隻 device 會 support 呢幾個鐘啦。咁好啦，下一個問題就係話 ，OK， 硬件上面層面 support 啦，咁我應用上面點樣咧？咁唔通我去到某個地方，我叫個人去撳個掣咁樣，咁冇意思啦，或者個流程好複雜啦。咁可以舉一個例子嘅，其實 Sigfox 咧有一個 service， 我冇記錯個名，一個叫 Monarch 嘅。咁喺一個應用喺日本裏邊咧，就非常一個好嘅例子。佢喺機場啦、唔同嘅港口啦，即係講緊啲船入邊啦，就會 set up 咗一啲基站。如果個基站咧係 support 我頭先講個 features 叫做 Monarch 嘅，咁係乜嘢咧？個 device 可能佢係坐船過嚟嘅，當佢去到一個港口，佢收到呢個基站嘅 message 嗰陣就會話俾佢聽：喂，你去咗第二度啦，你轉鬆啦。咁佢就會自動去到日本嘅港口嗰時咧，就會轉翻去日本適用嘅鬆，咁如何咁樣做？咁呢個例子之一就係話大家就好適合，咁佢係轉嘅。但另外一種層面咧，就好似頭先咁講啦，佢本身已經係 support 唔同嘅鬆嘅，咁其實佢自己去到嗰度咧，佢就會自己揾翻啱嘅頻譜去做溝通噶啦。唔該阿 Jeff 嘅解答，仲有冇其他問題？简单补充一下，就是刚才可能讲稍微有点快，然后普通话，然后可能各位听得不太特别清楚，然后我先再简单介绍。其实现在这样的，就是我刚才只是非常浅尝辄止的一个这个NB-IoT 啊，包括这个物联网的简单技术。那说到平台这块呢，其实刚才Sigfox 这边也展示了各种不同的平台。那其实IoT 这块和 NB-IoT 这块呢，也是有不同的这个类似于这个 Sigfox 这个平台一样，是刚才湾仔平台，也是可以开放给各位去这个进行这个免费的试用，包括可以去有些 device 有开发板可以去做一些试用。只不过今天没有带，但是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跟大家去提供。此外呢，就刚才有讲到，就是我们每年呢会举办一个这个创客大赛。如果各位的公司或者团队对这个创客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然后我们会帮忙在一块儿去报名。然后最终如果说是 OK 的话，可以到明年开关之后，可以去把团队推到这个重庆或者是广东去参加总决赛。对，谢谢大家。好，多谢 Desmond 的补充。咁大家仲会唔会有其他问题想发问嘅？我繼續啦，都係講跨區嗰個問題。我得 OK 個大聲。我見到你其中有張圖咧，最初嗰時候都講唔同嘅 countries 啦，你 highlight 咗，其實就冇中國內地。咁究竟點搞咧？即係係咪要 switch 去 NB-IoT 入去，佢出嚟又要 switch 你出去咁樣咧？
中國的層面咧，其實有少少比其他國家咧係步伐慢咗少少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你見譬如頭先喺唔同區裏邊，因為佢使用個頻譜都不一樣。咁而喺中國咧，我哋當時係都同咗中國裏邊嗰啲傾，你邊個頻譜可以俾到出嚟，而去咁嘅應用啦。咁啊，一來喺依個嘅溝通裏邊亦都花咗好多時間啦。二來亦都實際嘅，因為喺一個疫情嘅關係咧，其實所有個步伐都放慢咗。咁所以喺中國裏邊其實就將會或者喺個 roadmap 入面絕對係會有 support 嘅。咁但問題佢而家究竟係屬於一個新嘅鬆啦，用翻其他國家嘅鬆啦，咁呢個暫時都係未知嘅。咁但係喺已經喺個 roadmap 入邊會發生㗎。我想問一下咧，譬如 NB-IoT 咧，佢係點樣計嘅咧？譬如啲收費係計容量收費啊，定係時間收費啊？同埋一個站大概有幾多個 device 去 support 到咧？相比之下，我又想問一下 Sigfox 又係點樣計法咧？OK， 是这样，刚才有讲，就是一个 NB-IoT 的基站呢，大概能够容纳100,000个 device 的连接。然后至于计费这块呢，我们目前在香港这边是按照年费去计费，比如说一年，举个例子吧，一年可能100块，然后你就能够去拿到这个 NB-IoT 的 SIM 卡，然后放到你的 sensor 或者是模组中。当然呢，我们也提供不同的这个 sensor 和模组，就看你是想去只是买摘卡，还是想去通过去买一些。sensor 模组还是哪些应用，我们都可以提供。嗱 ，Sigfox 依邊咧，講埋咗我哋 Thinxtra 依邊咧，咁提供嗰個收費其實同 NB 係非常類似嘅。我哋本身都係每一隻每一年有一個年費嘅。咁大家都可能我諗啦，頭先冇提到先。OK， 咁其實頭先可能我有個都冇特別 highlight 啦。咁其實我哋 Sigfox 如果喺一個設計上邊咧，佢一日個 message 係 maximum 140個 message， 140個。咁咧呢個係嗰個因為頻寬嗰個法例上面嘅限制，唔可以 occupy 一個嘅免費頻譜係某一個 percent。咁所以我哋整合咗全世界嘅規例之後咧，咁我哋就定義咗 Sigfox 嘅 device 每一日係最多140個。咁你見呢個使用上面，如果你真係嘅有啲應用層面咧，喂，我真係要每秒要掟 data 嘅，可能真係喺技術層面上 Sigfox 唔係你哋嘅考慮嘅範圍之一。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大概其實10分鐘、20分鐘先掟一次嘅咧，咁啊其實絕對係足夠嘅，因為大家照取嘅啫。咁所以第一樣嘢就我哋會係 maximum 有一個計劃係140個 message， 咁依個就會有一個收費啦。咁另外你話唔係喎，我其實想彈性啲，我啲 device 訂嘅 data 又係唔使咁密嘅喎。咁其實我哋 Sigfox 仲有兩個收費嘅，一個咧就係70個message 一日，同埋1個 message 一日嘅，咁我就非常彈性啦。咁至於當然喺咁嘅價錢，即係咁嘅 number of message 限制咗之下咧，個價錢都會有不一樣啦。咁所以絕對係因應你個需求，我哋可以有唔同嘅選擇俾大家。咁另外關於個 network 嘅 connectivities 嗰度啦，咁因為我頭先都提過，我哋 Thinxtra 嘅角色有啲類似一般嘅電信供應商嗰種嘅模式嘅。咁如果係一個地方你使用上面你話覆蓋並不理想嘅話咧，我哋有兩個做法嘅。一個做法咧，就由我哋公司自己去付費，我哋自己去孭翻呢個責任，去安裝翻一個station 一個基站，去令到嗰個地方咧個覆蓋係完善。咁當然啦，都有相關嘅地方俾我哋安裝到啦，即係舉例某一個大廈嘅天台，咁我哋都可以咁樣做嘅。咁但係如果嗰個應用嘅層面咧，係屬於係比較係特別啲，特別啲嘅意思，原來真係純粹係地牢下邊。去 serve 你某10隻、20隻 device， 因為真係收唔到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提供好似我台面嗰只叫做 station， 即係 micro station 咁樣，咁俾你裝喺某個位置，咁啊覆蓋翻相關嘅地方，咁嗰度我哋就用一個月租嘅形式、月費嘅形式去收費嘅，咁所以都非常彈性嘅，都有唔同嘅選擇，咁樣啦。想問多個係 NB-IoT 咧，譬如如果買咗啲 sensor 或者要咗啲 infrastructure。solution 要轉台啊，或者係轉後面 platform 嗰方面會點做？首先第一補充一下，可能剛才說 NB-IoT 啊，就那個，比如年費收費，那除了剛才說100块一年之後呢，連接次數，剛才其實說大概是在一年限制在50,000次的連接，
然后呢 data 是无限的，这是刚才那个补充。然后第二呢，如果是你要做这个转台，是因为这样，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湾带平台，它是承载于这些 N， 无论是 NB 啊 Sigfox 啊还有这个 LoRa 都可以去承载到我们那个平台上去。那就是如果说是用我们那个平台的话，那可以去从 CSL 转到这个CSL 转到33转到我们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卡的话，如果你要换卡的话，是必须得换的。比如说你现在是用的是 SMHK 的 NB 卡，那如果你换成了，如果你要用 CSL 的网络，那你就要去换成 CSL 的这个 SIM 卡 ，NB-IoT SIM 卡。但是呢，上层应用这一块是通吃的，就是无论是 CSL 的卡还是我们 SMHK 的卡，到上层之后，到 PaaS 平台之后，在上层应用这块是都 OK 不用换的。对，都可以 port。对对对，就是我们这个跟那平台呢，可以支持跨运营商，然后跨这个网络知识的这个连接。对，想问一问，Sigfox 咧，因为用呢个 unlicensed 嘅 spectrum 啦，系咪？咁咧点 guarantee 佢嗰个稳定性啊？頭先諗一諗點答你問題啦，因為穩定性我見有其中一個層面嘅，咁就係我哋即係 Sigfox 去提供嗰個 service 個穩定性。咁因為喺 Sigfox 嘅去提供個 service 或者 SAL， 咁啊就會 guarantee 其實係講緊98% 以上嘅，我冇記錯的話。咁所以即係話咧，喺呢個 SLA 情況之下咧，咁其實如果係相關嘅 infrastructure 出現咗問題咧，佢一定係會有一個守則咧，係盡快令到佢 resume 翻。咁呢個係嗰個我喺connectivity 嗰個穩定性上面答你啦。咁但係如果你講緊另外一種穩定性，係唔知會唔會講緊係話 interference 相關嘅穩定性定係？類似，咁係嘅。如果你係話喺 interference 個大環境裏面嘅穩定性咧，因為正如好似我頭先提過啦，我哋嗰個設計嘅概念，佢係一個 ultra 嘅 level band， 咁啊個 bandwidth 都係講緊100 Hz。咁而只要你個信號係低高過個 noise 嘅8 dB 咧，其實已經可以接收到㗎啦。咁呢個都可能講緊數字上面嘅事情嚟嘅啫。咁啊，實際上我頭先喺我個演說裏邊咧，其實都有提過啦。在比利時和在馬來西亞那邊，其實當地的 partner 其實他們做過一個很長時間的一個 study， 去做一些對比，是同不同的技術，其實主要是針對 LoRa 和我們的 Sigfox。 他們都見在一個大的市區環境那麼繁忙，那麼多不同電子設備的情況之下， Sigfox 的擴干擾能力是遠遠比 LoRa 優勝的。咁呢個就係我哋亦都實際見到個結果，而當地而選用咗我哋個技術咯。咁我就希望答到你個問題啦。即係到時你要 get 一個所謂頭先嗰個98% 啊，當啊，係一個叫做咧，因為有個 agreement 可以 get。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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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嗰個就係我哋由網絡去提供呢個 service 出嚟嘅一個 agreement， 即係好似當然。不應該咁比啦，但舉例就可能係 AWS 提供一個雲端嘅服務俾你嗰陣時候，佢都會有個 SLA guarantee 個 uptime 係幾多嘅，咁個概念係一樣嘅。咁同埋都另外睇一睇，舉例啊，其實如果我哋喺尖沙咀海運嗰頭啦，就係喺海運嗰頭咯。其實如果係當一個 message 掟出去咧，我係可以見過有15個站收到呢個 message 嘅。咁但係講緊係一個全香港分佈，喺海港城有一個 message 掟出，而15個站收到咧，其實個覆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地方。Touch wood， 某個站冧咗，最少有14個站仲 back up 緊你咁嘅情況。Desmond，考下你。嗱，頭先阿 Jeff 講啦，佢又話個覆蓋又多啦，又可以去國際啦，又佢係一個即係都係叫未授權嘅頻道啦，但係佢嗰個 SLA 又話好高啦，得唔得？咁點解我哋仲要俾咁多億啊7億、8億咁去買個頻道翻嚟做個 NB-IoT 咧？其實我哋嘅 differentiate 喺邊度嘅咧？可唔可以又考佢啊？考考他嘛，係咪？對嘛？大概是这样的，就先不讲技术，先讲这个生态吧，就是先讲大一点大的环境。那其实现在，
大整个大湾区这一块呢，其实好多的一些厂商呢，它是通过这个因为内地呢是有一个运营商的这个玩法，叫终端补贴的玩法，它可能会给这些终端制造商呢会提供一个终端补贴，也就是说你去制造我的这块这个模组和终端的话，我会给你一定的补贴去采购，去定量采购这些终端。那么其实无论是移动还是从联通还是电信，那他们就在主力去推 NB-IoT 的这个模组。那其实在所谓的大湾区这边的大部分的这个物联网的 sensor 的厂家呢，都是会把 NB-IoT 的这个模组放到它的这个 sensor 中。所以说在整个大湾区的这个产业链来看的话，70%-80%的这个物联网的终端呢都是支持 NB-IoT 的，这是从产业链来看。那从技术上来看的话，其实刚才也讲了，就是其实 NB 呢和这个 Sigfox 都是 LP1 的一个技术嘛，它是相辅相成的，并不代表说是孰轻孰重，黑白分明的。那在某些场景下可能 Sigfox 比较有优势，比如说跨国，比如说这个长距离的传输。那如果是在这些固定地方小地方的话，其实 NB-IoT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或者我都啱啱想起可以同大家補充一下，其實啱嘅，我哋 Sigfox 同 NB-IoT 咧，其實唔係話叫競爭對手，好多時候一啲應用之下，我哋係相輔相成嘅。因為我哋都接過有啲 case， 其實係一棟大廈，佢想做一啲漏水嘅 monitoring， 咁會點樣做咧？其實嗰個 case 正正係採用咗兩種唔同嘅技術，分別就係 NB-IoT 同埋 Sigfox。咁乜嘢情況之下用 NB-IoT， 乜嘢情況之下用 Sigfox 咧？佢就嗰棟大廈，我冇記錯，大概30多層啦。咁啊，有埋地牢，咁地牢停車場可能係去到地牢負3層或者4層咁樣嘅。咁喺地面以上，個 NB-IoT 個 signal 絕對冇問題嘅 ，coverage 好好嘅。咁所以地面以上嘅 sensor 就選用咗 NB-IoT 嘅漏水 sensor。而地庫即係停車場嗰啲位置咧，因為都真係個信號好差，講緊乜嘢台入去都收得唔好嘅，咁我哋就用咗 Sigfox 嘅技術，就將好似我哋頭先嗰啲 micro station 啊擺一個位，咁啊再將嗰個我哋 Sigfox 嘅網絡延伸落去，去個地庫嘅環境下，咁變咗地庫下邊就用 Sigfox 嘅 device， 地面上面就用一個 NB-IoT 嘅 device， 咁呢啲亦都係絕對可行嘅，咁所以係真係相輔相成。咁而另外有一個 case 又係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喺鰂魚涌有個甲級寫字樓，咁佢就喺南市、女市同 Paddock Wong 咧，咁啊三個地方咧就裝咗漏水嘅 sensor， 咁啊大家可能都會問，咦咁咪鰂魚涌喎，咁呢啲手提電話信號甲級寫字樓啲好好啦，咁啊梗係冇問題啦，咩台喺嗰度都好好，咁另外客户佢講咗一個要求，佢話喂阿 Jeffa。要由漏水 detect 到去到你要通知到俾我啲同事聽喺個 dashboard 出現，我要求係講緊10秒內要完成到。咁呢樣嘢咧就變咗我哋有個考量啦，咁就係究竟用咩技術去做咧？咁點解會當時唔考慮用 NB-IoT 咧？因為 NB-IoT 我講多少少啦，咁如果錯就糾正翻我啦。咁其實 NB-IoT 咧，除非你嗰隻 sensor 嗰個供電量係無限嘅，無限嘅意思即係可能你插住光頭長供電，佢唔係一個瞓覺嘅狀態，長著 keep 到一個 connection 嘅。咁樣咧，佢亦都可以好快將個信息由個 sensor 嘅本身 send 到去後台通知大家。咁但係正正我哋頭先個例子就話我哋啲 sensor 會慳電，咁即係話咧佢大部分嘅時間都係瞓覺嘅。咁啊，當佢一 detect 到有漏水嘅情況，佢就醒啦。醒佢就會有一大堆嘅，譬如 handshaking 嘅工作要同可能個機站 NB-IoT 嘅機站要溝通。咁跟住再先 make 到個 connection， 先訂到出去。好多時我哋見到個經驗就係話咧，依一個中間由佢醒做 handshaking， 佢到成功將個 sensor 成功將個 data 訂到去 back end 嘅咧，有時係講緊30秒，甚至乎超過1分鐘以上。咁呢個就變咗，如果有一啲使用嘅場景之下，有啲特定嘅要求要達到，可能係講緊時間上面嘅要求，咁我哋咧就要考量啦。咁就可能 NB-IoT 喺呢個 case 唔係首選啦。咁就用翻我哋 Sigfox 嘅 device。咁而我哋 Sigfox 嘅 device 當時做咗個測試咧，真係模擬漏水去到個 backend 收到咧，其實講緊5秒鐘。
咁所以每一樣個技術係有唔同嘅特性咯。咁啊，好睇大家個應用去揀選，同埋係咪可能係 mix and match 咁樣，大家一齊去揀唔同嘅，一齊去做都可以嘅。好多謝，誒，仲有，咁我想問問咧，頭先話嗰度，因為我哋 IoT device 喺個即係多數都係唔會插住電場嘅，有無限電源供應，咁多數有個電。咁如果嚿電真係 touch 到可能係差唔多個壽命 end life， 咁即係佢可能四年幾五年嗰陣時，咁佢個信號嗰個質素係點，同埋佢會唔會話可能係有啲嘅？即係如果有啲質素唔好嘅話咧，或者佢收唔到信號嗰陣時，佢有咩方法去secure 個 communication 啊同個 server？ 明白，試下咁樣解釋先啦。你都牽涉咗幾個問題啦。第一就係個電量嘅問題啦。咁另外一個就係可能係點樣 make sure 嗰個 communication 係即係冇問題啦。咁我試下第一樣解釋電量嗰方面先。咁大部分嘅 device 咧，佢當佢將 data 掟上嚟嘅時候咧，佢會包括埋電池嗰個嘅voltage 嘅 level 嘅，都會一次過掟上嚟。有時可能係跟住嗰個 message 啦，或者有時我哋會叫有個叫 heartbeat 嘅。咁啊 ，heartbeat 係咩一回事咧？咁啊，有一啲 sensor 可以狂逼嘅，舉例可能係24小時會上個 heartbeat， 48小時會上個 heartbeat。咁會點樣咩情況出現咧？我用翻頭先漏水嗰個 case 啦。嗱，漏水個 case 咧，其實佢真係冇事冇講咧，佢就長期瞓覺嘅。咁但係一有漏水，就會即刻掟出嚟。咁啊，通常一般嘅漏水情況唔會太頻密的話咧，可能一年佢先漏水一次。咁我點樣 guarantee 佢喺剩低個364日都係工作緊嘅咧？咁我哋就靠一個叫 heartbeat 嘅信息啦。咁 heartbeat 咧就會係定時定候會自己舉手。點解我話舉手咧？佢就好似自己報到咁樣咧。哎呀 ，Jeff 喺度啊！咁佢每24小時啊 ，Jeff 喺度啊！咁變咗你哋就會喺後台裏邊會做一啲monitoring 嘅 rules， 去望一望呢隻 sensor 有冇每24小時去 report 自己個 duty 一次。如果冇啦，咁即係有幾個可能性。第一，一係可能隻 sensor 有問題，唔工作，可能個電冇咗，或者現場個覆蓋冇咗，甚至乎可能隻 sensor 俾人拎咗去第二度，而令佢哋不能夠工作。咁呢個第一就可以用個heartbeat 嘅方法啦，去睇一睇究竟隻 sensor 係咪真係運作緊啦。咁第二就由佢 report 上嚟嘅數據，你可以睇一個電池嗰個電壓值係咪跌到去一個位而需要去做一個替換。咁呢個嘢你都相信喺後台可以做到嘅，可能我舉例低個3伏，咁你就要通知 user 出個 notification 低電量啦，你要去換電咁樣都做到。咁至於你問第三樣嘢點樣保持嗰個信號嘅質素咧，咁樣咁有幾樣嘢嘅，一般咧大部分喺前期嘅工作嘅時候咧，咁我哋自己啦，或者我哋啲 partners 啦，都會去現場做一個field test 嘅，咁就會譬如睇一睇現場嘅信號會係點樣。有幾多個基站可以覆蓋咗當時個位置？需唔需要再加啲額外嘅？譬如好似我哋啲device 或者我哋 repeater 或者我哋 micro station 落去，務求令到嗰個信號會穩陣或者覆蓋到。咁呢啲係前期嘅工作。如果後期嘅話咧，譬如都會見到我哋其中不過可能頭先個 slide 大家冇仔細留意，我哋有叫做LQI 嘅，一個係嗰個 link 嘅 quality indicator， 即係會睇一睇究竟呢個通訊嗰個質素係點樣？我哋唔係單純淨係睇 RSSI 嘅 ，RSSI 係其中一個指標，但我哋仲會睇其他嘅一啲指標去綜合去畫翻出嚟，究竟嗰個信號係如何？咁所以都可以喺翻個 backend 層面或者用 API 層面可以攞翻依個數據去做翻個評估啦。應該答呢個問題嘛？個 device 一 send 個 matrix 上去 server 嗰邊咧就會起身啦，然之後同一個 matrix 咧嘅披露咧就會 send 三次嘅，咁就唔會等個 tower acknowledge 收到 packet 嘅，咁會唔會有機會咧係其實係會有 gap 嘅啲 data， 例如即係個 device 係每5分鐘 send 一次 data 嘅，咁 somehow in the last hour 有淨係收到6個 packet 唔係12個 packet 咁樣，等等我 show 出少少俾你知道，係。
大家其實會見到咧，依度其實我真係 login 咗個 banner， 咁會見到我擺喺度嗰只 XKit。我擺喺度嗰只 XKit 啦，咁佢其實而家係每十分鐘就會自己掟啲 data 上嚟啦，咁個 payload 係乜嘢啦？咁頭先我提過個 LQI， 即係睇翻嗰個通訊嗰個質量嗰個 indicator。咁啊，因為我有隻 micro station 喺度，咁所以其實嗰個質量就非常好啦。咁另外咧，依、這個數字啦，依、這個數字係代表啲咩咧？其實都叫做 sequence number， 佢係會累積上去嘅。其實每一個 number 會累積上去。咁咧，真係我哋會發現有啲情況咧，原來可能嗰個信號唔理想，個 message 其實係有掟出去，但係後台收唔到的話咧，你就會見到中間啲數字會跳噶，會跳咗去。咁如果你真係發現一個情況咧，你就可以去研究下啦。究竟乜嘢原因令到佢有 send 個 data 出嚟，而嗰個數據係收唔到，會跳咗咧？咁我哋其中可以用一個依個方法去做，去睇到。咁啊，講多一樣嘢啦。咁其實依個 number。除了去看看有沒有信號訂了出去收不到之外，其實它有一個security 的功能的。因為假設當這個 gap， 這個數字的 gap 大到某一個情況之下，它在會後台就會 suspend 了這隻 sensor， 因為它覺得這隻 sensor 可能出現了問題不正常，而為免有一些不應該出現的通訊再出現的話，它會暫停，所以它後台將數據會暫停了它先。這個都是其中一個 number 有不同的應用的情況之下之一。好 ，thank you， 應該解答到我哋在場嘅問題嘅。好，我最後一個問題，好，真係最後一個問題。NB-IoT 嗰邊嘅，我想問一問NB-IoT implementation 咧嘅best practice in terms of connecting to the server 嘅時候咧，應唔應該做domain name 嘅 resolution？ 咁因為我做咗啲 test 咧，個 latency 咧係都 time out 得幾犀利。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是 connect 到哪个 service 上？AWS 那里头。AWS 那边，因为这样，如果是只是 for 在相同本地这块，你去导命到，你去 connect 到任何的一个网站或任何一个云上的话，理论上是没有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就是做一些导命 name 的一些设置的，因为 NB-IoT 它是基于运营商的网络嘛。那只要是无论是 3GK 还是 3IL， 如果你大市场的这个 SIM 卡能够连到任何的服务器上，那理论上 NB-IoT 也可以直接连上去的。除非是有一些像 AWS 可能有一些协议，或者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端口号，或者一些特殊的一些 VPN 需要配置，那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些特殊设置。对，像比如再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AWS，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我理解你那个 AWS 也是用于做物联网平台嘛，对吧？那其实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OneNet 平台也是一个物联网的一个 device 平台。那它再去连我们的这个 NB-IoT 啊，再去连我们的 OneNet 平台之后呢，也是需要在这个模组内去设置好它的这个 OneNet 平台的这个端口号以及 OneNet 平台的地址，才能去连到正确的平台上。所以可能需要模组那块肯定就要做一些设置，因为如果只是走纯 NB-IoT 网络的话，是应该没有任何限制的，理论上是可以连接全球任何的服务器。好 ，thank you Desmond。咁我哋有最后一个问题嘅呢度。啱啱可能听唔清楚，见到即系话有一个漏水嘅设计，就话喺下边地库要用Sigfox 啊，而上边又用 NB-IoT 啦。咁其实 Sigfox 唔系 NB-IoT，Sigfox 都系。樓上係做到同樣嘅嘢，咁點解喺上層係用 NB-IoT 而唔係用 Sigfox 嘅？Hello， 或者咁樣講嘅，其實我講多少少個 background 啦。其實好老實嘅，這個 project 係我哋 partner 去做嘅，因為如果經我哋自己公司去做咧。咁我哋會加曬用 Sigfox 嘅，咁但因為係經我哋 partner 去做，咁我哋 partner 亦都係其中之一，就佢哋都係採用唔同嘅 sensor 嘅，包括係 LoRa 啦、NB-IoT 啦同埋 Sigfox 嘅。咁但係回答翻你點解既然 Sigfox 係做到地路，點解去地面唔做呢？其實依個第一係當然係我哋呢個 partner 去開頭點樣去同行去傾嘅呢個事情啦。咁我見其中一個原因嘅就係咧。我哋可能喺當時個位置咧，個地面信號咧，即係喺嗰個 building 啊，嗰個信號咧，可能係一啲嘅中層啊嘅位置咧，唔多理想。
咁唔多理想嘅時候，係咪冇解決方法咧？唔係嘅，我哋好似頭先咁講，我哋可以裝嗰啲 micro station 喺度去延伸個覆蓋。咁但係亦都係事實上咧，因為頭先提過有個月費嘅。咁如果有個月費，可能計埋佢當時某啲樓層嗰啲 sensor 並不多，因為佢真係喺廁所裏邊，可能一層得個兩三隻左右嘅啫。咁如果佢要照顧中間嘅樓層，而去用 Sigfox 嘅 connectivity 咧，因為佢相對個 sensor 數量多，咁變咗你計翻埋每一隻嗰個成本就會偏高咗少少啦。咁所以當時佢哋就會揀選，因為地牢地下就真係冇得揀，咁而考慮用 Sigfox。第二面以上嘅，因為 NB-IoT 覆蓋已經唔錯啦，咁所以佢哋就揀咗做 NB-IoT， 咁咁樣嚟做一個一齊去用咯嘅情況咯。但係如果你話某啲情況原來佢係好個範圍係有好多隻 sensor 喺度，咁我哋 deploy 咗我哋嘅 micro station 嘅時候咧，因為每個月都有個收費啦，咁佢就會計翻埋就會相對平均攤分咗個成本啦，咁就會相宜好多啦，我哋咪咁樣講。唔該曬 ，thank you， 大家咁踴躍嘅發問，我哋再一次掌聲 ，thank you 兩位咁專業嘅 speaker， 係啦，咁然之後今日嘅工作坊咧，咁其實去到依家已經係尾聲㗎啦，咁大家記住繼續留意我哋12月2日，咁會都係喺呢度生產力局咧會有一個 full day 嘅 conference 嘅，咁大家隨時可以再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啦、LinkedIn 啦，咁同埋咧我亦都唔好忘記呢一邊都係有一個免費嘅 souvenir 咧，咁就大家可以隨便咧去觀賞同埋攞嘅。Thank you 大家，咁都可以隨便咧留低咧，繼續大家交流一下嘅。Thank you， 多謝大家 ，Thank you。因為我想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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